我们要进行最后一轮挑战了 ，Kidding Part 的倍速挑战。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每支联创队派出两位舞蹈能力者参加倍速挑战。我们将歌曲的 Kidding Part 的段落进行随机的变速播放。参赛的姐姐需要挑战不同的速度下的舞蹈动作的演绎，通关所有速度挑战的姐姐们就会获胜。本轮考核的曲目是 Problem。我不跟你，我不跟 Amber 比。We want one more. Come on, you want to do it?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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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Big guy problem. 进步，进步，加你，加你。基础很棒，对啊，学跳舞很快。那咱们正式开始倍速挑战了，音乐开始，大家注意音乐速度。One more, five, seven, seven, 再次。哇，师傅跳得好好，师傅不知道还以为他有跳过。对啊，小美也是啊。I got one less problem without you. I got one less problem. 音乐变速。I got one less problem without you. I got one less problem without you. I got one less problem. One less problem without you. I got one less problem without you. I got one less problem without you. I got one less problem without you.小美好可爱，小美太可爱了。好啊，这个我可以跳。两倍速要不要挑战一下？挑战一下两倍速。好 ，Yeah， 2.0。Oh my god！ Yeah！好，挑战一下两倍速啊！等一下，热身啊，热身好了，两倍速挑战，两倍速挑战，开始。哎呀！哇、哦！全员通过，牛啊，姐姐们，牛啊！耶、yeah! ！好棒，好棒！看见我都想跳了。Amazing! Wonderful! Ama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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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derful! Amazing!
速挑战获胜的队伍就是三支队伍全部获胜，恭喜谢娜队，恭喜 Amber 队，恭喜艾拉队，在这次挑战当中全部获胜。那在大家的欢笑声中，今天的欢迎 Party 迎来尾声了。那经过刚刚几轮的比拼，三支联创队都获得过胜利，所以恭喜三位师姐都成功获得了我们的欢迎福利。接下来我们就请三位帮唱师姐上台领取我们的乘风大礼包，大家可以随机挑选一个礼盒，里面有惊喜。哇、wow, surprise， 还有惊喜，请随机各自挑选一个，随机挑选一个，投这个吧。好，请三位师姐打开你们的礼盒。什么？好想知道是什么。What's that？ 师姐打开你们的礼盒。知道。What's that？ 是个什么？哪门的？每个盒子里面都会有一张数字卡片。卡片上的数字就是第四次公演的三位师姐帮帮唱表演的上场顺序。啊，抽顺序，好直接啊！哦，那现在就从嘉哥开始为大家依次进行揭晓吧。
加个 what number one？ Oh my god！ 应该是一号吧。Number three！ 第三，太好了。第三，孟佳师姐第三个上台表演，那第一个和第二个。第一个已经展示出来了 ，Jessica 抽到了第一个上台表演。哇哇！我怎么都有，就。只能说运气好，毕竟这是靠抽签嘛。挺好的，挺好的，第二个挺好的。BB 抽到了第二个上台表演，那既然我们师姐帮忙唱的顺序确定了，我们三位师姐也放了一下狠话。 Jessica 你们是第一个登场的。Number one is always number one、oh! 加油吧，加油加油。第二位 BB 师姐Number two is always number two. 学姐好呛啊！ Amazing. I'm joking. I know. Join 一个。Yeah, 第二名是第二名，但是第二名可以 beat 第一名。Yeah! Woo! 来，大哥。Number three， 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姜还是老的辣。她是我们第一期最老的姐姐，最老的姐姐，最原始的 original OG。好，不管怎么样，我们的顺序已经确定，期待三位姐姐带来的帮帮唱环节。加油加油加油、请注意各位，那么接下来四公三支团秀的上场顺序将在公演当天由第一轮师姐帮唱成绩最高的联创队来现场决定。随着乘风欢迎派对的结束，大家又要回归到紧张的比赛模式，我们期待师姐和姐姐们带来精彩的碰撞。我们四公舞台见，辛苦辛苦。